再一次，嗯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OK， 你们自己啊，如果很怕弹错或戳错，你可以用铅笔很淡的先描在下面，没关系。但是描完之后就不要看着弹了，请你那个双手用那个自然的方式把它合上去，不要用那个古典方式弹进去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讲解一下，既然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位 Christine McBride 的这个贝斯手，那他前面有个 rubato 的一个前奏，那我现在把和弦还有乐谱都写好，我把那个前奏抓出来了，所以你现在呢要变成左手还是弹和弦哦，降 G 是这样子， F7 小作是这样子啊，你要给一个 Do， 它有一个 Do， 然后 B9 是 西Do Re Fa La， 然后像 B 小作是西Mi Fa，然后呢 La Re Fa B on A 降 A minor， 就这样子，然后 La Si Mi 一样的降 D Sol Sol Re Sol La， 然后你就直接弹 Di Di La Sol Sol Fa， 然后好喽，我们要现在做一个计数哦，如果线上上课的学员你是贝斯手的话，你就直接练贝斯的这个 melody， 那我现在要让钢琴手或其他乐手那个如果看低音谱看不习惯的哈，请你慢慢算把它移成你看习惯的那个，好，然后呢我们现在钢琴手左手要交叉过去哦，好，变成这样，你这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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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啦啦，然后都发明发，然后上来现在交叉过来弹的这个 melody 是我会给你们谱，这是贝斯手的 melody， 跟专辑里面一模一样，再听一次哦，他用那个拉弦的方式拉的哈， double bass 还用拉弦方式，好，再一次哈，好，准备一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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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加一个哆，发咪发降低萨斯，哒哒哩啦啦哒啦，然后 ，OK， 到这边。那我们还有一些时间，刚刚前面一开始，老师有教你们走这个大哥哥大的这个拍子，我们要看着和弦进行，我们来练习即兴。好，刚刚我们前面 A 段。既然你的左手弹 Sol Re Mi， 就按着 Sol Re Mi， OK， 那你就可以弹 Da Da， 或者是你可以弹 Da Da Da， 你也可以弹 Re Mi Da Da， OK， 照着你的那个大哥哥大拍子，把那个16分音符的 groove 弹在右手哦。好，假设我直接把那个刚刚写给大家弹左手的那个上面那个 Re Mi， 那管乐手你就看着上面中间横线上面的那两颗就是你要吹的音， OK， 歌手也是看上面那两颗，所以好，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大哥哥大这个一号的拍子全部弹进去，来三四噔噔噔噔噔，你的拍子可以照弹哈，所以三四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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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啊，你大哥哥大四小节练完了，你下一个练
哥大大哥，那就是嗯大大，还变成我们现在变发嗦了，还有发西，还有瑞咪咪发。好，准备三四，发西。